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权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旋律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明白。开始了。消失了。和函馆仙台水库发生的时候完全一样。电磁波最初被摧毁的地点呢？阿地区二七点。出发。明白。Sherlock， 立刻赶往阿地区二七点。明白。魔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那位怪兽邮差先生伤透了脑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邮件都吃下去了。于是怪兽邮差先生朝着黑山羊家跑去，他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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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不小心摔倒了。这个时候小丑先生把他扶了起来，他又开始跑啊跑啊，拼命的跑，他又跌倒了，哈哈哈哈。魔神真的能在这个地方出现吗？阿地区二七点就是这里啊。这里挺平静的。那边的那位大帅哥要不要过来看表演呢？谢谢啦。你高兴什么？他说我是大帅哥。他说的是我。真讨厌，我受不了你这种性格。总部，我是星城。魔神出现了，快往那边跑，快往那边离开，往那边跑，快跑。一定要防止他侵入市区。明白。明白。
消失了。那个妖魔是何方神圣啊？来无影去无踪的。啊，你别乱动了。那玩什么打鼹鼠游戏啊？你看这个，这个是我。你看，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好痛啊！你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？有个男的突然跑过来打我，在引导群众避难的时候，他反而变得粗暴。奇怪，魔神为什么每次都不攻击呢？对啊，真的好奇怪啊。喂，他只是在那里走动。函馆、仙台、水户、东京，魔神出现的地方应该有什么共同点？函馆、仙台、水户、东京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上帝，老天爷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，还有美好的食物，谢谢。感谢上帝。那块肉是我的。你怎么这样吃我的东西？他被红鼠噎着了。要我说，一定是这帮人在操纵魔神。他们看起来能操纵魔神吗？我说呢，一定是他们被魔神给操纵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他们看起来是有点像被魔神操纵的样子。他们看起来的确有一些奇怪。追警队员，你看这个。什么？有问题。魔神发出的电磁波会直接破坏人类的大脑。这么说，那些发狂施暴的人可能受到魔神的电磁波的影响。那个电磁波会使大脑产生一种恐怖的荷尔蒙，从而会引起产生攻击和杀人的冲动，最终它能破坏整个大脑。真是个恶魔。不，他是个侵略者。万一电磁波照这样发射下去的话，那么魔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人类全部消灭。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做。电磁波之所以会消失，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我们一定要抢在魔神之前先找出那个原因。队长，
我是大古，在追捕魔神，剧团正在逃走中。不见了。我记得那是我们在百货公司顶楼公演的时候，当我吃完午饭回来，他傻傻地站在那里，我还以为他要加入我们的剧团。谢谢。他虽然有点笨，练得非常用心，我很喜欢他。老板，你也把衣服换来休息一下吧。这是饮料，接着。哎。真的怪兽、怪兽！从那时候开始，你们就一直跟那怪兽在一起。德班，他的名字叫德班。团长在舞台上喊出场的时候，他总以为是在喊他的名字。哎，他很喜欢上台表演。德班，德班，我是生物科学研究所的丹后。我是菊心，结果怎么样？我说，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。魔神的电磁波之所以会消失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生物存在。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生物与生俱来的体质能削弱魔神的电磁波，简单的说，甚至可以把电磁波完全消除。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就是这个小家伙。对，只要他站在那儿。没错啊，好厉害的绝景。我才是绝景啊！虽然说他和魔神同属亚空间的种族，但是这个生物本身根本没有所谓的攻击能力。你说你叫居间，这个生物我要把它带回我们研究所，而且我已经得到上面的许可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准你把它！魔神出现在 K 地区，全体出击！明白。接到主屏幕，明白。他的电磁波比以前更厉害了。队长，这样下去几分钟之内城市就会被毁掉，请允许我跟德班一起去现场。德班，我们回去吧。难道你眼睁睁看着城市被毁掉也不管吗？这不关我的事。德班是我们剧团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，我不准你们把他当成工具。可恶，电磁波对着市区照射，我们飞到他的上面攻击他。可是下面有居民呢。难道你想让那个博士把张凡带走吗？这个城市还有市民，这一切都毁了，一切都毁了，走开！德班，喂，德班，回来呀！德班，回来呀！哎呀，德班，德班在哪里？德班。那小子可是赤手空拳。
德班！你可恶！不行，难道要冲上去啊？我要进入电磁波，我要进入电磁波形成。如果我脑袋短路的话，大姑，把我射死；如果你短路的话，我就射死你。嗯。打中了，好。啊！可恶啊！失去控制了，不行了。磁波渐渐消失了，一定是德班，德班他还活着。
那好吧，我把遗体带回去研究。不要碰他，请让他安静一会儿好不好？什么关系呢？这样我们的德班才不会被人带走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德班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就是小太阳了，你要好好的表演，德班。你一定要在地球上好好的活下去。有一天，原本平静的村庄突然受到一不明寄生生命体快逃！可是，快找出怪兽玛格尼亚的弱点！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《大雾来了》。